再来，我们讲一下我自己的职业嘿，我自己本身是念道士，道士职业，道士辅助职业，千具打击和远程的施法，可以召唤宠物啦。那宠物在哪里呢？来，我的道士在这边。哦，我们接下来看道士的智能呢，吼。啊，我跟你分享一下我挂这些成果啊。我给他挂的这个，我今麦已经1.971万 那我现在在解狮王啊，现在准备消灭狮王。技能啊，诶，有点新技能啊，这当领就挂登录奖啊。哎呀，今天挂机怎么没有挂到什么东西啊？你叫你怕白，技能给我看一下。那倒是最重要，就是说他有所谓的一个召唤骷髅啦。我们5等就有了耶，这我们要有技能单来了。这个直接参考一下。那有所变动的是呢，我今天要把他们都练到24。哎，大概有个鸡，哎呦，一下好贵哦，我的天呐！哦，后期一下也太贵了吧？后期升级一下，一下就快破产了。那得让去新的庄园啊，沃玛森林。带来聊天室的话去，哦，森林对啊，那 比奇城也让连接盖嘴收窄。我们在沃玛森林要从哪边去？左边，左边，西边。哦，有个好玩的啦，怎么办？那你这边你可以看一下你在打的怪兽，来看一下你的钱哦，怎么增加铜币呢？就是隔一天上线啊，然后在这边打也可以。哎，给我聊天室一下啦。哦，有啊，今天怎么没有人聊天？也不是说聊天啦，它是广播啦。刚才有强化吗？好了好了，就这样。等于说我快升等了。高级的装备。战力够，你看你就可以去了。真的是太好玩了。半熟战士应该在这里啊，他可以新增聊天室啊，有人打到极品，他才会逛。